大家好，我是阿杰，出发钓鱼去了啊！现在已经八九点钟了，来潮的时候水菜青，大潮到了。今天两个上海的客人啊，我叫他们不要过来了，他们一定要过来，就说来玩嘛。那好了，现在出发啊！厉害，你多稍微再放深一点。你有时候收两圈，有时候放两圈，这样。那这个鱼啊，高高低低应该都有的，鱼太大出来。你有时候放一点，有时候收一点，这样。我放出的大概是20-23米。打到好几下，
还不够高啊，收的。中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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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了！啊，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！我操，鱼尾巴打到好几下，稍微再收高一点。没有了，流水的关系，流水。
谁指着他没有的？钓了五条鲤鱼啊、哦！五条，五条鲤鱼，鲈鱼再去搞他几条啊、哦！胜利了，胜利了！